小泽儿，你乖吗？你干嘛在家很乖吗？那你不看了呀？有意见了呀？是吗？自己躺在那没意思了呀？想跟妈妈说话吗？啊，你是哎呀，好累呀。你是不是跟妈妈说话呢？你是为什么总让我躺着吗？我宝贝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小孩子的衣服对吗？这是姐姐的衣服，姐姐小的时候也穿的衣服，姐姐长大了就给你穿，就跟你 share 了是吗？姐姐可棒了，大大哈气了，累了吗？嗯，宝贝呀、啊，啊。啊，给妈妈表演一个节目吧，小雪孩子。嗯，铁臂阿童木，嗯，你好乖的，最棒的，最棒的小贼。最棒的小泽儿，哎呦，打大喷嚏了，是吗？是谁打大喷嚏了？嗯，跟妈说个话吧。下一个，练猴拳呢？你是小猪猪吗？你是猪弟弟，对不对？姐姐是猴姐姐呀。